然后最后楠楠说心软了啊，所以自己大哥心软了，给了大哥一个面子，看看预选赛怎么样。我们看到在周震南旁边的就是他现在的心率67还是非常稳的，哦，现在67很棒啊，基本上就是一个静态心率，对，他没有一点紧张。一会儿看他举弓的时候看楠楠的心态一直非常的好，嗯，对，Rice 周震南应该是第一赛道，一赛道来自热血赛区。还有他的队友张延奇 Rice 张延奇同样来自热血赛区。赛前好兄弟之间还有一些相互的关照和交流，嗯，楠楠昨天到今天经历了不是所有的猫都很温顺的这个阶段，让我们祝福他所有的箭都能够释怀，嗯，这是我们的心愿，我们来拭目以待。在楠楠的右手上佩戴的就是华为手环啊，他会随时监控楠楠的心率，看看会有什么变化。六环，嗯，可以稍微调整一下。哎，心率上来了，92了，瞬间到92了。哦，八环，八环有进步，他有调整，是他第二节明显那个前手往上抬了一点点，94，现在是93、94，哦，六，20，卡在了20，嗯，20，每年都有进步，他，嗯，不错。自己也实现了在三届里的成长，是，张延奇加油，嗯，七环也是七环，再打个七，好兄弟，张延奇，对，哦，自己这一箭射进去之后的表情就能大概猜出来，不是很满意了，着急了，所以说你要知道你到时候射的时候该怎么做，嗯。特别是没错没错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RYSE RYSE 的每位兄弟的箭筒都是可爱的小动物，是有小鲨鱼，哦，小怪兽，对，还有小兔子，没错没错，而且就是男去年是这只小青蛙，对，哎。